桃园医院爆发院内群聚，除了医护染疫之外，按869越南籍看护的感染源也有待厘清。指挥中心研判是因为按838最早染疫的住院医师曾经在7号帮忙看护的雇主抽胸部积水时，在一旁的看护因此被感染。但是国内医师指出，通常相关作业应该会有其他的护理师在旁协助，为什么只有看护一个人确诊，而且雇主也没有遭受感染，诸多疑点还有待厘清。医师也强调，目前依旧无法排除只有一条传播链，就怕没有及时找出还在潜伏期未发病的隐性患者，万一这些人携带病毒进入社区，一不小心就可能引发本土大规模传播。布利桃园医院群聚事件，除了医护染疫，还有越南籍看护确诊。指挥中心研判是因为按838最早染疫的住院医师，曾经在7号帮忙这名看护的雇主抽胸部积水时遭受感染。但国内医师指出，通常相关作业应该会有其他护理师在旁协助，加上雇主也没有遭受感染，诸多疑点仍待厘清。一般来讲，这个外劳会站得比较远，因为抽胸水需要一个无菌的环境，靠得比较近的人感染风险应该是比较高了，除非这个外劳靠的也不是很远，然后他又不戴口罩，或者他手又去摸，他先被感染机会才比较大。另外，这名染疫看护跟按838接触之后，隔了9天才发病，和这次院内群聚传播的D614G变异病毒株很快发病的特性并不相符，也让外界质疑。那一般潜伏期本来就3到12天是最常见的，D614G的潜伏期短一点，理论上是有可能的，可是也不保证每个人得到D614G都一定是5天之内发病或7天之内发病，本来就有人会晚一点的。应该接触到很多人，包括他的同乡啊，包括他在雇主啦，或者外面接触到的人啊，那所有的行为都是有风险的。桃园医院移出去的人都还可以追踪哈。因为你可以把所有的人验个抗体，就可以知道有多少人被感染过，这是比较容易的。医师强调，目前依旧无法排除只有一条传播链，就怕没有及时揪出还在潜伏期未发病的隐性患者，万一这些人携带病毒进入社区，一不小心就有机会引发大规模传播，如何赶紧捕破网降低风险成为一大考验。记者陈子凡、陈建国台北报道。